怎么了？有扭到吗？没有，那这台车会飘啊。会飘？它胎压是怎样？你有打吗？哎，那个跑掉了。哦、掉了。很掉了。后面。我说人怎么样？人没事啊。人没怎样。等一下，那个不见了，我再给他补给他就好了。对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那个真的掉了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本来就掉了。哦，那个本来就掉了。对对对，不用紧张。对对对，我上次在日月潭把它搞丢了。哦。对啊。可以跟他买啊，他那里 有办法买得到那一颗吗？有啊，那个有。哎，太好了。那直接给你就好。我是啊，那啊，那你把它关掉。先关机再开机，看看能不能正常丢就好了。你帮我拿一下。很乱，对不对？胎压偏低。很乱。胎压偏低哦。很乱啊！我刚刚跟你讲，你不相信啊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忘记打胎压了。我刚刚不是问你那个？哦，原来你在问我的这一台的胎压。我在问你这一台啊，没有，我用新的，不然效果很可怕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注意到胎压。嗯，我车上。